你好，要改衣服吗？我下次再来。偷到我门上来了！不是，我没偷，这不是垃圾桶吗？这都是你不要的，我就翻到我院子里来了，还没偷。我就拿了几根纽扣。你裁缝啊？不是，我正好需要一颗纽扣。我是不是见过你啊？应该没有。等着，给你。从门出去啊！曹师傅，您考虑考虑呗。你怎么又来了？
师傅，您就答应了呗。嗯，怎么样？您面前的就是由一位不知名艺术家小金随时可以完成，但是任何时候都无法完成的艺术作品。好看吗？没看懂。不是我的感觉啊，这扣子是不是都是从垃圾桶里掏来的？不是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呀？我又不是老去翻人家垃圾桶。哦。而且，你看这些扣子，昨天你给我那些我都没用上。没看上呗。不是没看上，我是觉得那些扣子都缺少灵魂，正好我这还缺一块。什么叫灵魂？您没听说过吗？每一个纽扣它都是衣服的灵魂啊。您可能觉得纽扣它仅仅只是服装上的一种装饰而已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它们都是我的宝贝。我从6岁开始收集这些纽扣，每得到一个纽扣我就会去想，哎呀，这个纽扣曾经属于一件什么样的衣服呀，他有过什么样的主人，去过什么样的地方，最终怎么又到了我的手里呢？每一个纽扣它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使命，这就是我把它们当做宝贝的原因。所以最后我就用这些收集的纽扣制成了一个艺术品。这颗是我初中校服上的扣子，它叫青葱。这颗是我最好的朋友从自己身上衣服拆下来的扣子，它叫豆蔻。这颗是我旅行的时候在街边的小店里淘的，它叫季风。还有这颗是我分手的时候从初恋胸口扯下来的，它叫朱砂。中间那颗叫圆满，我还没找到。就这个吧，还算特别。不满意？你看它圆圆的，也算圆满。也算圆满。跟我来。找找有没有中意的。这怎么都是女士的衣服呀？我给闺女备的。
我亏你呢。连闺女都结婚了，没通知我。为什么呀？四岁就跟他妈离开这儿了。所以这件衣服都是您留给自己的念想。有的时候在心里圆满，也算是圆满。快找吧。找个中意的，我给你拆下来。不拆了，就让他们留在这儿吧。不是拥有了一切，才叫圆满。票给你放这儿了，来看啊。哎，我喜欢这个哎。送你。